呀我相对水底来呀受五彩的羽毛是最正好游的相随这个上帝落日的春秋也完有哪会这自由每日无忧阁无愁生生生对面的手啊人准是这个新鲜咯也一个难啊求哎，冤有师兄相随，甲兄弟啊，常常在咧做伙啊，这是为着什么问题呢？啊，各位啊，啊，恁若要知影彻底，啊，这静静来听我哦，讲的这话，听我来讲这话啊。看到一位老春男咯，时生美丽，亲像牡丹，各种的手艺各项赞，啊那弹琴作诗是无为难。惊惊都有哦，一手赤手，迄真是好功夫。一十七号人，一个娶过夫，也嫁予赵家来做新妇。春兰伊美丽，如天仙咯。大家缘啊，入门环境一时也改变，被人苦读，那实在足可怜。云翁重庆的官府，办公室上无地处，放因春兰是孤单，是冷淡的身躯。予因大家搁不时甲欺负哦，予伊春兰这个迷离，这个心头如啊伊伊。春兰路，哟，你这个春兰死贱人，你是走去倒位去啊？阿母，我来了，哼。啊！我叫你煮饭，你是煮好未？我看你透早吼，为厅长伫哩摸摸到椅头啊，摸到涂骹，安尼亲像牛咧踅，牛咧拖咧，哼！看你愈看愈切，你敢听好哦？啊，今仔暗的进前啊，我叫你织个五匹布，啊，你若是无甲我交出来，哼！恁祖妈绝对无要放你煞啦！嗨，这个大家真正扯。切空切空要甲春兰徛啦，
做人硬朗兼歹拼，了工做家要互伊赢，唉，伊个早起就一步。已经是无袂自然咯。我转来咯。啊，你转来咯。谢谢。